我先看一下啊，哪件事情外星对我影响很大的，但是我知道现在都还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啊，这是我还没意识到的事情啊。我看到那个小时候天上下雨啊，天上下雨啊，下雨下雨天呢我小时候啊有一次从过一个离我家很不远啊，很近的一个地方，你就是平时走路的话一两分钟到的，但小时候不行，突然就刮起了风啊，刮起了风以后，那天我觉得太明显了啊，有一家人家那个本来路都挺宽的，人家那边那条路两边就窄了，这边也是河，这边也是河沟，这边一个竖着的河沟，中间一个坝嘛，一个横着的，一个竖着，像钉子的啊。那边就拦着了。我当时就我姐已经过了这个路口了。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走不过去啊，风太大了啊，突然起风，风太大了的时候，我就喊我姐，我说你等等我啊，她好像在前面，好像没听到，就往前走了啊。然后，我看到那风太大啊，我就在地上爬过去啊，在地上爬过去啊，爬过去的话，后来还风一卷，还把我卷到河沟里了啊。后来我妈妈过来就把我从河里捞上来了啊。那次就是外星人的飞碟就在上面啊，就基本上就接近地面了啊，接近地面。他们就要看我能不能看到他们啊，能不能看到他们？因为我没抬头啊。没抬头看，我只是往前面看我姐在前面啊，只在看我姐在前面，然后风刮就没往上抬头看，如果抬头看的话，说不定那次就看到那个飞碟了，实际上可能在没抬头看啊，所以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这飞碟就用力转一下子，啊，一转就掉到那个是这样形状，一下子掉到那河里面啊。河边上掉下去了，那是风大的，我记忆太深刻了，因为我一看那个风这么大，过这个小路小那个小，窄的路的时候，我看好像凭着我的能力，那也就三四岁吧，我就感觉凭着我的能力，好像抵抗不过这个风嘛，这个情况这个时刻我像风太大了，我就。趴下来从地上爬过去都还是被卷到水沟里了，风了啊，这个风突然来的啊，就是飞碟来的啊，说这件事我不知道啊，影响大吧，确实大，因为影响到我现在都记得这件事啊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，那种事情我不去回忆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